今集我就会同大家玩呢个 ride， 唔系 ride free， 好似系咁读。我唔可以係第三人。要玩埋呢个叫咩？净系呢个叫上落波嘅就玩，一波二波三波四波五波，都冇可能去五波。佢攞一条咁短嘅路，系咯，到四波。因为呢个 S 十五加速好快，著皮。咦？唔系直冲嘅啫咩？我都睇錯咗，佢嗰度自己寫極重。Yes， 第一名。咪叫勁咯，真係勁到媽咪！我影到我媽喎。哒哒！唔係之前嗰個黃色嘅 S 十五好樣衰，依家變咗黑色嘅已經。我头太重了。
淘汰賽玩好多次，一次次攞第一。一定要學喎，每我粉每我粉每我粉積弟公公積弟謝謝我積弟謝謝你請單有收益謝眼見後面的青春最美的成班我已經等了不知道我買得複雜嗎是不是剩下六輛車玩到直到我已經玩過花瓣下筆不是掛複雜快一點嗎為什麼我的 S15 還快過去根本沒辦法我不可以給一輛藍色車過的STD, you shut up. 2 bad. 我要想啲计仔追翻上去。2 bad, 点解会走入去？八、七、六。唉，輸眼啦！個四八七啊，個四八七阻住曬。今次一定要贏。What? XDD.個剎車系統有啲問題，XDD 呢個大燈，跟住個反光，車尾啊，走開啊！好彩好彩，個天都幫我。個天都幫我隔一時十五踩盡油，好彩好彩，拜拜！又係你個東京食屎鬼，謝美啊！你個東京食屎鬼，積弟，謝美啊！你個東京食屎鬼。有病攞第一你唔夠我嘅 S15 啦大頭 XD 唔使支牌我頭
淘汰嗰架啊！淘汰嗰架车啊！淘汰佢啊！我要第一啊！乜阻住咁多沙泥嘅？赢硬啦呢个 ，yes， 都我呢个赢啦！哇哇哇哇！哇哦哇哦！我排到尾，原來是你的死車。Game。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下集見，拜拜。記住看完我的片段，記住 dislike 我和訂閱我，拜拜。